我不会说，不会唱歌，不会跳舞。我们哥俩来说段相声。好，咱来说段对口相声。在这儿，咱们给您报喜讯，大会唱啊，真都得意嘛。嘉宾如云，欢声满堂啊！今天的大会堂可真热闹。大家一样，彼此彼此。两对啊，一首工作顺利。大家一样，彼此彼此。喂喂喂喂喂喂喂，你干什么？怎么是四个人一块说的？是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他们俩呢向那边的观众说，我们俩向这边的观众说。哎，这行吗？是啊，咱们试试吧。好，试试。哎，这边的观众，你们千万要听咱们俩的，不要听那边的啊。对对对，可千万不要看那边。哎，我说这边的观众朋友也千万别看那边。对，我们聚会神看我们的。我们现在呢，先上台跟大家鞠躬啊。对，我是徐慧民，林由发，上台鞠躬。哎，掌声不嫌弃，连那边都一起鼓掌不嫌弃，鼓多点。哎，我是严桂娟，冯静轩就是我。不过有时候呢，我们这边的观众也同情他们，应酬点了。对对对，我们这边的掌声要更雷动，要更热烈。来来来来来，对上了，各位，掌声不在多，是在鼓励。是的，这些掌声都只是鼓励而已。哎，可是徐大哥，这为什么他们的掌声那么热烈啊？哦，你不知道啊？知道，那边的观众都是他们的亲戚。什么？请自己人来捧场了，有这回事、啊？说话小心点啊、哎！不是他爸爸妈妈，就是他爷爷奶奶、公公婆婆、舅舅叔叔、舅舅这个还有阿姨的。不信你问问。好好，我问问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可是冯静娟、严桂娟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公公婆婆、叔叔婶婶、阿姨呢？是不是啊？是啊，你看，不是，哎，就因为偏偏他是，所以他不承认。哎，你们乱什么乱什么？什么呢？你们俩，好好好好，什么我们乱呢？再说，让点机会给我们说说，行不行？是你们乱的，什么我们乱？好了好了，我来个建议了啊，我们四个人合着说。哎，我们按着次序说呀。这好。咱们就给大伙儿来即兴表演。好，说来就来。今天是龙凤综艺大对抗。首先呢，我们得向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们致以深切的问候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天天喝 Daisy。对，天天喝 Daisy。哎，好，那说完了，这个节目也算完了。哎，你回来，什么话？招呼完毕，节目就算完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没完没完，我还忘了喝杯喜牛奶呢。什么？你还小啊，想喝奶啊？这样吧，我们四个人呢，我建议恰好可以来个三句半。谁来点题？我看由徐大哥好不好？好。好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那么今天是龙凤综艺大对抗嘛？我想呢，首先呢，就以三句半来晚会吧。好，今天晚会不寻常，龙争凤斗好紧张。我们齐聚大会堂，不平凡。好了，现在介绍过这个晚会了。我想呢，下来应该由我们龙队来介绍他们凤队了吧？啊，可是只有咱们两个人怎么行啊？哎，我们还有人，啊、朱永新、啊、李全发。凤队呀、啊，人多势众气鼓鼓，唱起歌来又跳舞。仔细一看啊，个个都是母老虎。喂喂喂喂，说相声怎么可以骂人呢？对呀、啊，狗嘴里长不出象牙啊，凶巴巴的啊，张牙舞爪，简直就像丙寅年。什么丙寅年？什么丙寅年呢、啊？今年是什么年呢、啊？虎年。骂我们是母
本事的话呢，也用三句半。三句半就三句半。罗叶秋，叶佩贤。姐妹们，我们向龙队讨教吧。龙队气宇不平凡，人才出众，相貌也堂堂，口才流利，出口成章。肮脏！喂喂喂，你们别得意，听咱们的。来势汹汹，气滔滔，叫声奉队不要吵。哎呦，叫声嗲气呀，浑身摇。风骚。风骚啊！喂喂喂，黄口小儿，别太猖狂。队友们，有，咱们投桃报李，回敬他们颜色。好。有眼不识峨眉山，并把金块当成砖，拿起家法叫儿郎，气坏了娘。喂，你们想占我们便宜啊？还做我们妈呢？哎呀，什么妈呀，远看像朵花，近看一个疤，仔细一看呢、啊、哎呦我的妈哟。哎呀，是吗？岂有此理！怎么样？有本事的话，一来三句半呢。说的是呢，你们洗耳恭听吧。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二八少女变老太婆，哎，啰嗦。那我是老太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个三娘教子。好，姐妹们，有法宝伺候。妈，什么法宝？你们女人能都能炒饭煮菜给我们吃个饱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给我们漱口。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虎，色麻那是拳头。水煮，这是红口。红口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嫌咱们的衣服脏，要替咱们洗衣服。哼，这叫不见棺材不流眼泪，让他们好看的。你们四个美娇娘已经够好看的了。喂喂喂，你们别得意啊，你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喂喂喂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哦，不干什么，要你们都成落水狗。